開台劇你有得揀，即刻上 HKTV 網站投票啦！爭取普選咁多年，今時今日，終於每一個香港人都可以手握一張選票。香港人係值得一人一票去決定佢哋心目中嘅特首。正式向全香港800万嘅市民宣布，你將會成為香港第一個女特首。特首位應該係我坐，我上馬。是大局为重，公民抗命竟然讲到变成建筑政府，是因为我们的政府，我们的立法会被一班烂人在那把持住。一班乡下佬，只要你给到他需要的利益，他莫关提名票，祠堂策划给你都得。我们 HKMT 可以全力支持你今次的参选。跟你们合作的条件是什么？只要你我舒舒服服，我就会用一单爆炸性的新闻卖给你。你讲大话。我有一个心愿，等香港人不单止拥有一人一票的权利，仲可以擁有提名權，可以更民主，去選一個更有代表性的特首。邊套係開台劇由觀眾決定嘅。睇完《飛乸》，即刻上 HKTV 嘅網站投選你心水嘅開台劇。你兩個細個啊，感情不知幾好啊！當初如果唔係你攞咗我真正嘅香港，講英文啦啦聲都係我。口口声声话自己好有乡情，假唔假啲啊？你唔觉得核突，我都觉得核突啊！嗰阵时就话受殖民教育，而家咁大个啦，应该有自己嘅独立思考能力噶。你们香港人时代已经不同啦，可是你们还是不领国情，自以为是，我行我素。呢个无能政府逼我哋走上绝路。所谓香港人啲咩核心价值系嘛？你咪一样系利字行头。香港点算？一艘就快沉嘅游轮，除咗汽船之外，都冇嘢再留恋啦，系嘛？我一直都在问我自己，我究竟准备好未啊？你做咩要自己呃自己啫？你几时结婚？你唔抵得我婚姻幸福系咪？佢份人就系咁噶啦，天跌落嚟佢自己撑住。如果真可以翻得转头，我真系情愿留喺香港个怪物。你試諗下，第日同翻你仔女講 HKTV 嘅開台劇係我有份揀嘅，係咪好型呢？仲唔快啲上 HKTV 網站投票？新一波嘅太陽粒子將會喺今晚11:45抵達地球，希望你哋好好珍惜呢段時間。差唔多要11:09之前死㗎！即刻將呢場戲化做劇本，我今日要拍呢場戲。我知道今晚11:45之前做啲乜嘢啦。你快死了！其实这个时候生命基本上不再重要，但对于我来说，你今晚可不可以穿住警察衫翻嚟？我叫游美玲，我叫林子莹，想讲个咩秘密俾我听啊？嗰阵时我喺妈咪个肚入面。你唔好再跟住我，你翻忙去你投胎做个人啦，你唔好再缠住我啦，你。呢度系旺角五街，当年所有嫖友都变成嚟朝拜嘅圣地。多谢你啊！我未 ready 啊！生命唔系在乎长短，无论系一年、一日定系一秒钟都好，最重要嘅系活得精彩。仲有冇人啊？话俾阿 Sir 知，边套剧最应该做开台剧？阿 Sir， 我真的不知道啊，不如你上 HKTV 的網站告訴我們知道啊。這班賊兩年之內做了三次同樣手法，而且火力一次比一次強，所以我們估計匪徒應該用一支感病的 AK-47 低炮的槍，肯定是由這裡射下去。不過如果要對付那些劫匪，低炮那邊應該不止三個人咁少。眼界咁準確高吧，一定是他。我是 PC38974丁小安，今天是嚟报道的。Sir， 有冇谂过为了女收手啊？我等了很久先拍到坤哥呢个码头，我搏尽。差人，
唔知法犯法？你涉嫌谋杀重案组高级督察王志健，呢份离婚协议书系咪连你都以为我真系杀咗王 Sir？ 我系贼嚟嘅，我点会咁蠢啊？报串俾啲差佬听啊，除非个差佬都系贼咯。冇错，我的确系想调查卢一飞。如果佢系黑警，佢可能系最难应付嗰个。指界线。HKTV 的开台剧由你决定，即刻上 HKTV 的网站，点选我哋童话恋曲2013/14，仲唔快啲嚟投票？坐得喺度嘅每一位，都系经我哋三位专业嘅导师精心挑选出嚟。我只系想同大家讲，我会地有识训练大家，希望大家有足够嘅心理准备啊！我认为一个优秀的歌手成功的要诀并不在于他歌唱技巧有几好有几坏，曾经有人跟我说过，说当所有人都有着同一个愿望，而这个愿望又成真的话，这就是 magic， 希望 magic 可以降临在我好朋友殷子晴身上。总之呢，我来到冲绳都找到你，还有啊，你一世都不可以忘记我的。你愿不愿意嫁给我？十倒数了，还有十日啫，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有得看了。有啲十日点过呢？看住吹喇先。有票不投和咸鱼有什么分别？即刻上 HKTV 网站投选你哋心水的开台剧啦！如果食药、做手术都不可以改善你不举的情况，就要在阳具植入真空泵。植入？分手不是世界末日，我 OK 喎。识咗新男朋友？吓，唔一定要识咗男朋友才可以医病噶。你今年36岁，男性嚟讲已经步入中年，性能力是会慢慢减退的。咁可唔可以唔减退？感情同理智真系分得咁清？你最清楚我噶。为什么这个问题你还要问的？我跟你一起除了上床之外真的没有其他事可以做的吗？你还告诉人你买 sex toy？ 现在这个 generation 男女朋友有 sex 很 normal， 用个手袋同人回家死妾精。是他了，我等了30年的人一定是他。多得旺，你一定要救救我啊！我不想以后跟人比斗做人啊。我已经决定了，我要为自己医好这个病。我都好好啊，把病向钱中医嘛。开台剧我投咗票啦，你投咗未？而家就即刻上 HKTV 网站投票啦，拣选你最想睇嘅剧集。HKTV 开台剧由你嚟决定。我哋 EU 有我哋自己规矩。